好吧，现在继续说是要去，我看下这个问题，大家电脑带。看他们自相残杀，有人抱怨不是抱怨，就我朋友抱怨说我玩游戏都不讲话，可是说真的也不知道该讲什么。可以插在树上，觉得厉害。我要去打鸟蛋。来一根大木头。还有什么？鸟窝。从这都烂。哦天哪！我妈指示我要记得吃晚餐，我都忘记了。哎呦，找鸟窝，这应该不是。哦，这好帅哦！看，不是他插的剑会动来动去，好好笑啊！哦，在这里。看看我得到了什么。忧惧之面，我不想看，我想看僵尸二。哇，这感觉这个比较爽。木甲六，啊，随便啦，管他的，看起来都一样。快点，自己人打自己人！哦耶，然后我们去找妙草。就先把这一块。这样可以吗？那我再按这个，真的可以不要。因为他们插的头上插的剑都是好恶心。哦，点错。小的们，把他们打爆。点错。哦耶，箱子。近距离爆我头，我来找一下有没有比较帅。哦，哦，其实我不能在这边啊，来不及了，没关系。所以我应该把我的装备换成这玩意儿。
小僵尸好废哦，一下就被干掉了。啦啦啦！啊，好吵！我用它，我用。回城镇好了。人再来的。哦，拜拜。就是之前我已经抱怨过，就是为什么他的传送不能是技能？来龙中火力了。哎，我看一下。啊，这根还是我不需要的外套，不需要头盔，不需要的头盔。那好像是不需要盾牌，随便。我不需要的手套，我不需要的戒指。我是不是没有卖完？不需要的鞋子，不需要的棍棍，戒指是跟他买的。是我还蛮想要买的，都是加神力。哎，船上不贵，蜕变石、征服石，所以这是增加属性的话是用它。这就算是随便管他的，反正目前用不到就对了。我去升级我的僵尸石头。我可怜的小僵尸就留在这里，队友成长的幸运，什么意思？哦，好像捡到一个不得了的东西。哦，感觉很厉害，可是我现在没有装备可以放。打不到。要升级了。僵尸先生，好可怜。哎，让我升级。哎，还是。Oh yeah。其实他看起来像，还蛮像美洲野牛的。毛之前，因为它最大是多少？没看到。看一下哦，僵尸是吧？随便。
就是这玩意儿。哦耶，剪刀翻。来、嗯。哦耶，这是装这里的。羊皮青盾，其实我有这个，在哪里？奇怪，刚好像看到一些很神奇的东西，是这个吗？它这个位置摆放得很奇怪啊！不对不对。这里有，我的衣服感觉比较厉害。耶，回家卖钱。啊。终于有个家伙朝我，我突然发现这好玩的东西耶，他冷了。啊 ！Oh my god！ 你要打到民国几年？抱歉，先生。啊，抱歉，台大。僵尸都死光了。其实这个玩家好痛。觉得厉害，哎呀，不对，把伤清清清，好吧，就这样吧。